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谢卓翰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三同学王康平。你们对长城脚下的冬奥会有着怎样的期待？还是挺期待的，毕竟也是我国第一次冬奥会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在我国北京首都又在这种大环境是疫情的情况下，我们有实力去办冬奥会，我还是非常期待能够圆满成功的。你们最期待看到哪些冬季项目的比赛呢？冬季项目的话，我觉得冬奥会还是蛮有意思的吧。我比较了解就是短道速滑，还有冰壶，还有一些花样滑冰，这些我觉得都有很高的这种观赏性。你们想对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说些什么呢？就加油，就是。不论结果，一定要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。加油，北京冬奥会加油！对，金牌多多。对，金牌越多越好。